网购美食推荐大会，猪脚先从这个香米来看就好，好吃，好吃方便，全家人都喜欢。哎呦，还有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冷冻食品，跟现煮的一样。哎呦，写这些是你个人的水军吗？它的肉松更厉害，不一屌哟，而且入口即化，可以夹得起来的，对，真的有纤维在里头，吃饱了吧？加一点 ，OK OK， 好，老板有准备，馒头好不好吃哦？看表情就知道，试吃一下。今天晚上10点，心脏。